在讨论场景的时候，小冬瓜带着我们去看了很多种礼仪社，它真实样貌长什么样子。其实现在的葬仪社，它会弄得越舒适越好，就像饭店。当时就决定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让这个地方不要那么像办公室，我们希望它拥有一种好像是住办合一的感觉。一开始想要阿海回来接班什么的，那其实我们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该是把整间葬仪社的那个年代再往前拉一点，就是它其实已经甚至20年、30年以上的一间葬仪社。下身的这个部分啊，它并不是一般我们在一楼以上的那种家的旧法，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潮湿的，像被水洗过一样。就是一来是潮湿，潮湿这个东西可以去呼应，像我们一般台湾的观念来讲，说潮湿的地方聚阴，那聚阴是不是就会有一些鬼魂？其实圣婴他。我们在读完剧本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角色有一个初步的想象，就是我跟导演说，圣婴这个人他是不是给了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导演说对，那我说那我想要把这一个压力把它或有或无的呈现在他的场景上面，所以其实圣婴的那一间办公室，他就会相对的有很多很隔阂的东西，例如说整面的玻璃隔间，然后以及它那个主要婆师台的上面，它有一整圈的那种日光灯，然后整个压得很下来，就是希望它在当你在看到这个角色它的背景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压迫感。这一次场景其实也谢谢导演，导演在其实开拍前就已经拿给我看了很多我们这次想要呈现的影像语言的风格等等的示意图，看到就觉得哇，这个团队这一群人就来真的，就这次走进来以后真的是100%还原了那些示意图当中所要的情境，然后再加上如果灯光老师这样灯一打，其实好有感觉，好有氛围。第一秒的就是瞬间的那个脑里就是出现的，就是这里好适合做那个密室逃脱游戏的空间哦，就是太真实，而且又有一种是某一种阴森感。我觉得在葬仪社这个概念，我们一直围着轮回这件事情去走，所以它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意象在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下身葬仪社内的那条长廊。我觉得长廊有一种你不知道你会走在哪，你不知道你的尽头在哪。像生死这种大事啊，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设定的时候，我希望它有一种抽离感，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很大很大的事情的时候，即便我今天走去洗尸间，只是好了不起20公尺的一条路，但心态上走起来，可能都会像100公尺那么长。我觉得有趣的是，有一次他们就在，其实就是在折后面那个，我们设定它是死者的资料。他们一开始其实后面的那个样子，他们就只是用那个塑胶绳把它绑起来，绑十字，然后就放上去。那我就跟那个组员说，我们换个方式好了。今天如果高叔10年、20年他都在这个地方在整理这个地方，然后他希望阿海回来接他，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要把这些资料交给阿海？对，那我们就想说，那我就跟组员说，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最耗时的方式来做这个陈设？那后来讨论出来就说，好，那我们就把那些资料啊，就是我们分年份，然后分月份，然后一叠一叠的把它整理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它不一定会被拍出来，但是其实它对演员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帮助。就是当阿海国一走进来，他如果看到这些，我觉得他应该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得到高叔的确是在这个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得好好的，等他回来看。对，那我希望。其实就想做到这个实在感，对，就不是说我们今天真的是随便用了一个很表面的东西，它真正搭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看完的时候，我是蛮激动的，
但兴奋感比较大，觉得说哇，你真的给我这个，那我就把它拍到底。所以最后我们的片头曲的所有的画面全部都是满满的响声障声，它那些细节我觉得可以让观众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嗯，